财经消息带你来关心，行政院主计总处在今天上午公布了四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是1.65%，是最近14个月来的最大涨幅。其中食物类涨了5.04%，是最多的，包括了水果、猪肉、鸡肉、鱼、外食等等，通通也都上涨了。行政院稳定物价小组监控的17项民生物资更是涨了6.31%，成为62个月来的最大涨幅。